首先进场的是 Map Zone Club 的 Kaya Hawks。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or better known as ADHD, is a mental disorder that affects individuals' ability, causing them to move around more frequently. They may also have trouble controlling their impulsive behaviors. One time for the prayer on my downfall, two times for the homies in the child hall, three times for the balls on the internet shitting on niggas when they really should get out more, four times for the days I will hold back, five times for the bitches they call back, six times for the kids like me who got ADHD.好，这边第三场对决开始，由任白对上是 Kaya Hawks， 这也是 T1 的关键晋级战。没有想到大家在喊任白同时，盖亚亲自下台，请观众呼喊他，成功的把整场的气势给反转了过来。但是盖亚一开始的挑衅就非常非常的强烈。
任白这边的架势还是跟以往一样，压得非常低。针对下盘的攻势，一直有他的优势。果然，盖亚承受了一记踢击，似乎是非常不爽。第二次，但盖亚正面扛住，似乎表示任白你这个踢击似乎不够看。双击脚力之后，这边任白先行的先扣住对方的头部，那对方反控压到绳索，到正面之后，这边盖亚还来不及回神，直接被对方撞倒在地。但是盖亚马上是一个跳起来，但盖亚今天爆发力上面是非常非常强势，任白闪过对方，再二闪，那被盖亚反推之后过来。金币狗是最后在多重的一个拉扯当中，是由任白这边的一个踢击正中目标。哦，这边盖亚非常漂亮，利用绳索要反弹的时候，任白这边想要伸反击，但是九尾卷只是假动作，贝亚亚亚这边找时机一个侧踢把对方侧倒在地上，利用绳索的一个反弹，非常漂亮的一个踢击。盖亚感觉是有备而来，在斗志上面是非常强势。盖亚表示你的踢击我都能承受，你要踢几下都可以。哦，但在反踢之后，这边声音的非常大声，连续了三下踢击，而麦表示有点非常疼痛之后，反而没有压制到前方。针对背后，而且有重伤到肩胛骨，而且这样的冲击应该是连后脊都顺带有受到伤害。直接是用双手来做压制。盖亚今天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在防御力上面非常的高强，硬接了任白两级，表示是不是没吃饭啊？那我教你什么是攻击好了。哦，那任白这秒动身格了，双方进入互殴，结果是拳头，不是击，结果是踢击，重击对方的要害。哦，又是针对肩胛骨。任白这边破底压制中起来，吼了一声。任白以往这边攻击下盘节奏对盖亚无效之后，反而是现在要使用到新的战术。盖亚这个回身，哦，把对方让他人僵的绞住。看一下旁边一个飞棋，任白想伺机做了一个反踢击。看到这边盖亚成功的时候杀出者没有事情，在第二次冲击当中成功的是重创对方任白。任白选手目前被盖亚左丢右丢，找到机会反击了吗？有，用这些肩膀让盖亚这边失去了平衡，在第二次冲撞，任白顺势倒空，两个飞机直击。盖亚这边已经从第一时间反应神经站了起来，但是还是敌不住自己的脑震荡，这边直接倒下。这一击对盖亚造成非常严重的晕眩。反而被这边任白掌握到的是一个优势，盖亚就像这个精密的仪器受到的是一个重创之后，平衡感直接失去，瘫坐在角柱旁边。比赛经过五分钟，一个重击之后，这边任白做压制。盖亚这边的一个终结的后创，这边还没有结束，反而是由任白这边呼出了终结。
反而被盖亚这边灵活的给躲开之后，反抱住对方的后腰，但是又被对方拉了回来。盖亚这边给踢一边自认白给闪掉，但是第二次袭击没有想到是打高空，认白这边跳了起来，却闪躲不及，正中。边要用这边是哦，这边是对方直接过来，接的是这个就是阿 Q， 非常漂亮。重飞重击，周边人摆在角度旁边，被盖亚连续的踢击。也抬起来，漂亮！一个转身翻摔，还是基本到这边的话，只要做一个压制，但是任白是成功挣脱。盖亚喊出了，哎，然后把对方抬起来，但是这边任白利用自己的脚勾住对方的后腿，成功抬防止对方的一个摔击，招式再次被化解，摆位哦，哎，间接做了一个压制。哦，任白这边要上脚柱。这边要来这个高空的落下技，盖亚目前失去了平衡，只能瘫坐在地，瘫坐在擂台上。这边任白一个终结，但是这边盖亚这边闪躲开来，但是这边任白也没有直接智商，但是漂亮，盖亚这边双踢击之后把对方抬起来，非常漂亮的一个 superlay。盖亚的爆发力难以想象。累积力的体力之后，马上又展开一波反击，持续自己掌握节奏，踢出把任白再次做了个压制，中任白立即无法再反攻，由盖亚这边获得了胜利。Like me, who got ADHD, just...